你刚才那么做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身体不舒服。身体不舒服，你就当着所有员工的面摔门而出吗？你让我怎么做这个老板？你要搞清楚，这是公司，不是在家里。对不起，那些童装照片让我情绪有点激动。 我知道那些照片会让你心里不舒服，但这是工作。我最讨厌就是把工作和生活搅在一起。如果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你可以回家，停止工作。我不走，公司是我最后一块阵地，我绝不离开。那就好，那你就好好工作。我再多说一句。 咱们在一块儿是过日子，不是打仗。你不要斤斤计较，那大家的日子都会好过一点。我斤斤计较，我还能计较什么？啊？家不是我的，公司不是我的，孩子也不是我的。 如果有一天你要不要我了，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不会离开你的。光说没有用，我要看实际行动。你想让我怎么做？公司的股份给我一半。 你不是说过回来只做设计师，不干涉公司的内政吗？如果有一天公司都是毛毛的了，那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你想的有点太远了吧？我是你的妻子，对于公司。 我也算是做过贡献的功臣，我这个要求不过分，请你考虑一下，光耀。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这是我唯一的请求。说句难听的，有一天我们都会死。你有毛毛，你有你的孩子能记得你，而我有什么？也许。 只有这几张图纸，能证明这世界上曾经有一个我。我会和周律师沟通一下，过两天答复你。如果你答应了，我发誓，我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这个公司。 我会为了我们的公司付出一切的。江明，江明，重磅炸弹，重磅炸弹呐！我看你倒像个重磅炸弹。哎，我有重大发现。怎么说，你也是一公司副总。 能不能矜持点啊？这个我矜持不了，我实在按捺不住了。我今天在翻应聘人资料的时候，你猜我看到谁了？谁呀？你再给我看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我投了几十份简历，第一个回复我的人竟然是你，缘分啊！
别给我套近乎。回国了也不告诉我一声，约你出。说正经的，我走了这么多年了，物是人非，只认识你，工作的事儿你就帮我费费心啊。你就来我公司啊。我不去。干嘛呀？我公司刚开业，正需要人手呢。我不去。你说以前都是我指挥你，现在让我给你打下手，怕你公报私仇。我有那么小心眼吗？我跟你说，我是认真的。我心眼小，我怕我忍不住欺负你，一会儿你这老板形象全被我破坏了。哎，说真的啊，你要是真想帮我，你呢就动用你的一切人脉关系，帮我把工作解决了。我有重谢。谢什么呀？汽车。啊？哎呦！我儿子跟我一样，就是喜欢玩汽车。嘟嘟还挺有心的，还想着给毛毛买个礼物。今天看见他感想如何？你这什么表情啊？很明显，这个问题问的不太有自信哈。好了，我跟你说正经的。我没想到嘟嘟变化这么大。哎呀，可能人真的是要经历了一些事情，才会真正的成长吧。他怎么了？他跟凯文离婚了。他离婚了？啊。你又没离婚。人家挺不容易的，一个人从国外回来。还要重新开始找工作，唉，看着挺可怜的。那我们帮帮他呗。嗯，正好我现在公司需要一个办公室主任，这个岗位还挺重要的。我要一个信得过的人。你信得过他？那当然了，毕竟这么多年了。那我信得过你吗？哎呀，于小强，你这是真的小心眼儿，还是在跟我开玩笑啊？我跟你开玩笑呢，你叫他来吧。真的？对呀，我要成全你们俩呀。什么叫成全我们俩呀？那嘟嘟还不来呢，他今天说了，怕小强姐心里有想法，所以不能来我公司上班。他要去别的地方找工作。
心里不舒服了。不至于啊。至于。不至于。那我给他打个电话吧，我叫他来。他不是怕我心里不舒服吗？我跟他说一说，他就会来的。啊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你这什么表情呀？哎呀，有点电话，我电话了，在这儿呢。号码是多少？13311679967。哎呀，就是他原来那号嘛，记得好清楚哦。说133什么？11679967。怎么了？谁是沧海？沧海就是嘟嘟啊。嘟嘟是曾经沧海。哎，你别瞎想啊。沧海是什么意思啊？沧海的意思就是过去啊。我知道沧海是过去，但那句话是这么说的：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去巫山不是云。看来你对你的过去还是难以忘怀的。看，上纲上线了是吧？你这分明就是断章取义。我就是没事喜欢给人取个绰号，我这电话簿里全都是绰号。小熊叫熊样，你叫于大姐，那我给人家。熊样，我叫于大姐，为什么给他起一个沧海？给我就像一个居委会大妈的名字。不是于大妈，是于大姐。别说了。今天是几号？啊，9号。9号嘛，您日子还没到呢，你说你怎么就开始发脾气了呢？是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日子没到啊？你是想说我更年期提前了是不是？我没说跟你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于大姐，还不是于大妈。就算我更年期提前了，也是因为你。自从你当了这公司的一个小老板，你对我就不像以前了。好了，别说了。你现在总是喜欢对我冷嘲热讽，别以为我没有感觉。不是，因为你对我的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了。现在又想起以前的沧海了。前段时间我翻你的手机，他的名字还是杨嘟嘟，什么时候就变成沧海了？你翻我手机了？我就知道你不信任我。翻手机是什么行为？那是偷窥，那是盗窃的行为。什么叫我不信任你啊？有那么严重吗？我的手机上也没有设密码，你也可以随便看。我不会看你手机的。那我以后也不看了。如果你没有什么隐私，为什么不敢让我看？除非你手机里有什么秘密，才不敢让我看。我能有什么隐私？有什么秘密？那你为什么不敢让我看？看看看，你拿去看。Thank you.
你再走没问题。哎呀，毛毛睡着了，哎，给你热了杯牛奶，哎，喝一口。 放糖了吗？我去加一点。不用了。你不要这么阴晴背之的，我还有点不太习惯了。你这什么意思呀？我哪天不是对你这么好啊？哎，你今儿跟嘟嘟在哪儿见的？ 终于问了，还是憋不住喽。笑什么？让人睡觉。瞧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叫我憋不住了？明明就是你从回家到现在都没有正儿八经跟我说过一句话。明明是你把我憋得心慌慌。什么叫心慌慌？就是心慌。心慌的时候说心慌就是心慌慌。心慌吗？别闹了。我就是要知道一个结果，他到底是来。 还是不来？如果他来的话，明天我就让小熊去做准备。他要是不来，那最好。他不来了。啊？嗯？真的？我婉言拒绝了他。你怎么婉言拒绝的？这你要知道吗？你刚才不是说就来与不来就知道个结果就行了吗？结果就是不来了。 他来啊！他答应来你们公司上班了。啊！哎呦，长舒了一口气。不是，哎，什么叫他答应啊？这明明就是你答应的嘛！他答应来有用吗？我答应他来都没用。咱们家事你说了算，对吧？ 我就知道我媳妇儿特别的通情达理，我老婆就是大气。她不来了，她不来你们公司上班是因为要避嫌，我也不想让她来。她来你们公司上班，我心里不舒服，不踏实，心慌慌。 你也不想让咱们家过得不安稳吧，所以他不来了。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没有。哎，你不知道。 我从来都没有像此时此刻这样深刻的体会到你对我的爱。其实嘟嘟来不来我公司上班没那么重要，就算他不来，他也可以找到别的工作。但是通过这件事情，我体会到了你是多么的在乎我。李小强，咱们这样挺好的啊，以后。 我们就像现在这样，谁都不要欺骗谁，谁都不要伤害谁，彼此信任，我们就手拉着手相伴到老。OK， I love you， 我睡了啊。你等会儿，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话吗？ 当然是真心话了。那我也实话实说。他又来了。我起誓，这一次一定是真的。哎呀！ 你是在想你刚才说的话吗？
对。那你觉得我还是爱你的吗？爱啊。那你刚才说的就不是真心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说我不让他来就是我爱你，那我现在让他来了就是我不爱你了，对吗？这就是个阴谋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这是阴谋与爱情。我让嘟嘟来你们公司上班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冒险，但是我却听到了你的真心话。干点真心活吧。来了，哎，才来啊，等你半天了。哦，路上有点堵车。孩子呢？等不及了，小管带他出去玩了。哦，进来坐会儿吧。啊，也好。给孩子买了个坦克车。坐啊，你也坐。哎呀，最近还好吧？还行。嗯，还在那个什么电脑公司做事啊？早不做了，我现在自己开一家公司，帮家里卖点茶叶。哦，开公司了，好事儿。这干买卖就是越干越大，最后争取上市呗。如果你有什么需要，你可以问我，毕竟我公司做的年头长，经验倒是有一些。我们家卖茶叶卖了好几代了，经验还挺丰富的。哦，是吗？都卖好几代了，这小强也没跟我说过。我们回家了啊！乖乖回来了。爸爸。哎，孩子叫我呢。他看的是我。怎么可能呢？你不信你再试一次。哎呀，妈妈，叫爸爸。叫爸爸。爸爸。哎呀，毛毛真乖，来给爸爸抱抱。嗯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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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我俩还聊天呢，他坐在沙发上，我坐在餐桌上。他还说要传授我开公司的经验，聊得还挺好。结果毛毛一回来，他就变得很奇怪。他也不抱他，也不干嘛的，非要跟我比赛。比什么？叫爸爸。他非要看毛毛先叫谁爸爸，结果一比他就输了。哎呀，他走的时候可难过了，我怕他以后再也不回来了。说这事儿特别可笑，我也觉得很好笑。不过你今天的表现还是挺好的，你能改变策略，以退为进，你心花怒放，我喜笑颜开。看来我说什么做什么，还是逃不过你的法眼，你一眼就能看穿。哎呀，你就像那个如来佛祖。我永远也翻不出你的五指山。你想翻出我的五指山吗？那我也没这个能力啊。
那我助你一臂之力。怎么助啊？来吧。哦，是大蒜的法力，我去了。哎呀，我还是回来吧。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啊？不咋样，还是家里好。家里也变了。咋了？我的法力消掉一半了。没事，那还有大蒜，你再吃两半。包佳明，啊，我现在是不管不了你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现在说一句话，你十句话在等着我。那你要说什么？你说吧，我不说话了。那你听好了，不要以为小孩小，什么事儿都不懂。大人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在他们的心中都会种下一颗种子，是什么样的种子，就会结什么样的果子。我们现在已经为人父母了，你看你那吊儿郎当的样子，你像个当爸爸的样子吗？你还跟人比赛叫爸爸？大人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对孩子的未来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，所以不要再做幼稚的事情，你听懂了没有？嗯，记住了吗？嗯，啊，现在让你说话了，你就嗯嗯嗯的。我先把你说的话背下来。背下来干嘛？等哪天刘光耀来的时候，我要跟他说一遍，让他不要再做幼稚的事情，不要再跟我比赛了。你怎么那么可爱呢？我可以去玩了吗？过来亲我一下。哎，毛毛让我问你，今儿晚上吃什么呀？乱炖。哦。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们新来的办公室主任杨嘟嘟，杨主任，大家欢迎啊！欢迎欢迎！哎，熊总，原来您请的是主任啊，我还以为请的是模特呢。小子眼光不错哈，杨主任之前呢是空姐。嗨，杨主任是吧？我是市场部的那个，我是销售部的。淡定，淡定啊！看看你们一个个的，眼睛都快瞪直了。杨主任是你们的领导啊。今后呢，你们要积极配合他的工作，知道了吧？啊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是的，是的，这是欢迎欢迎。鲍总，鲍总来了。鲍总，都认识了？我刚介绍完。好，都工作吧。啊。看到了没？看见了，太短了。短吗？我觉得刚刚好啊。我这是办公室，又不是走秀 T 台，不合适。合适？我觉得相当合适啊！多美的一道风景啊！哎，你就当是给员工的福利，怎么样？你没看到那帮小伙子多有热情，多有干劲啊，就跟打了鸡血一样。嘿嘿，就为了他。免费让他们加班都不成问题，你把嘟嘟当什么了？他是来给我当办公室主任的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酸，酸死了！神经病！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还喜欢杨嘟嘟？你说什么呢？我都结婚两年了。那你这反应是不是太激烈了？这事我不管了，他爱穿什么穿什么。嘿，我想念你的笑，
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去伦敦的机票，我刚从泰国回来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心情不好就愿意出去走走吗？我就给你订了一张去英国的机票，一来呢可以故地重游，二来也可以散散心。你关心我吗？嗯。你都不知道我想要什么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说了。嗯。公司的股份给我一半。哦，这事儿我跟周律师谈过了，他认为有点太仓促。这个家里没有什么是属于我的，没有人替我着想。你现在拿一张机票就可以让我走，我真的怕极了，我不想走，我想和你在一起好好的生活，我不想再折磨我自己了，可是我真的需要一点安全感。老刘，只要你答应我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跟你吵，再也不跟你闹，我好好的照顾妈，好好的照顾这个家，行吗？好吧。真的，你答应了。我同意了。哎呦，我这一晚上都没睡好，有一个人一直在我旁边翻来翻去，翻来翻去的。你晚上都干嘛呢？有心事儿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要问我，又问不出口啊？啊？是不是你想知道嘟嘟第一天上班的情况怎么样啊？不想知道，没兴趣。行。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嘟嘟他工作特别认真，特别积极，一整天都在他的办公桌上。我呢，就一直在我的办公室里。都没怎么见到面，没见到面是不是心里惦记着呢？我是不是引狼入室啊？啊，你一母老虎啊，引进来一条小狼崽，你说人家能对你构成什么威胁呀？我怎么是母老虎啊？你当然是母老虎了。你看啊，你就像一个林中之王，你吼一声，我都不敢说话。我是不是比他健硕？你还是喜欢苗条的。哎，我去弄点吃。你，我觉得你现在特别想上班，上班特别积极。我现在是公司的老板，我要给我的员工做一个表率，我不能迟到。你别想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你怎么今天那么晚还没走啊？我今天不着急，今天毛毛的奶奶过生日，我在家等刘光耀过来接毛毛。昨天忘了告诉你了，毛毛的奶奶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今天让毛毛在他们家住一晚上。要是我不问你，你就不准备告诉我了是吧？昨晚我跟芳芳去聊天，回来晚了，忘了跟你说了，怎么了？啊，反正先斩后奏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你是母老虎嘛，你说了算。我这老板也只能在公司里坐坐，在家里还得听你的，是吧？别叫我母老虎。哎呀，老虎一跺脚，地球就转三圈啊。嗨，今天的
早餐福利，红豆奶茶一人一份，快来领啊！哎，排队。嘟嘟妹，我是第一个来领，有没有什么特别奖励啊？要不香吻一个？香吻没有，耳光有，你要不要啊？对，那个，开玩笑的呀，主任啊。来，快！老板娘，一人一份啊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没事啊，我就打个电话随便问问。你们那边怎么那么吵啊？干嘛呢？这不嘟嘟在发早餐福利呢。什么福利啊？把你们乐成那样。你不知道，今天嘟嘟穿的那跟女大学生一样，这对我们办公室里的男同胞来讲，那是更大的福利，他们都快疯了。那你拍张照片给我发过来，让我也福利一下。哎，好，谢。三、四、五、谢谢。